在一间昏暗残破的房间中，一个身影静静地漂浮在中间。他，艾希，没有记忆，没有过去。记忆对他来说并不重要。他存在的意义，只是消灭犹大。邪恶的魔鬼，蔑视的恶魔，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，艾希明白，他必将达成他的使命。消灭犹大。于是，在一片黑暗中，艾希醒了。艾希离开了实验室，他明白，他只需要跟着箭头走，就能找到犹大。艾希离开了实验室，他明白，他只需要跟着箭头走，就能找到犹大。哦，这些都是犹大派来阻止艾希的士兵，消灭他们。
艾希来到了寂静的山丘，远方的哈利湖波光粼粼，艾希心中的使命无比清晰。悬崖边有一个悬浮桥控制台，艾希决定启动它。艾希的眼前出现了一片绿色的泥沼，他小心翼翼地越了过去。艾希来到了越野森林，在他的前方就是达哈。等等，桥呢？好吧，你还是跟着箭头走吧。艾希跳了下来，这里似乎是个下水道。周围悬吊着很多残骸，艾希意识到了，这里该不是下水道那么简单，罪魁祸首就是一个大海。艾希跳进下水道口，来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。艾希跟着箭头穿过了开启的大门，艾希有预感，在他的前面有的可以离开这里的环境。
艾希发现他的面前有一个宝箱。他的眼前闪过一个奇怪的印记，艾希的冲刺能力被增强了。也许艾希马上就能从前面的蓄水池离开这里了。艾希决定马上回。艾希来到了一个隐藏的房间，艾希打开了宝箱，随后跟着箭头原路返回。哎，等等！哦天哪，这前面只有一个空房间。看吧，就像我说的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为什么你还要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往这里走呢？哦，我知道了。一定是你的听力不行。你等等，这样足够响了吧？我不想总是提醒你，但是这个世界还需要你来拯救，还有个邪恶的魔鬼需要你去消灭，你还有很多事要去做。为什么你要在这儿浪费时间呢？我一直相信，人与人之间应该多一点信任，少一些套路，但是你让我连套路一下的机会都不给我呀！我不明白，真的不懂啊！这里什么都没有，连只可以让你练练手的怪物都没有，究竟这个空无一物的房间有什么吸引着你啊？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有在操作？是你家的猫在操作吗？不，这样的水平就算是猫也比你懂人话。你的行为完全不符合逻辑。跟着箭头走可以吗？为什么你就是不听呢？好吧，我生气了，我真的生气了。现在开始，我不会理你了，直到你走出这个房间为止。我说到做到。
什么？等等，难道说你在这里浪费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就是为了这个奖杯？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了。说起来，我真的很难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为了奖杯去玩这个游戏。你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奖杯玩家？看到所谓的白金神作，就会像看到了红布的牛一样往前冲。你给我等着。果然是这样，再试一下。果然是奖杯，奖杯。原来是这样。其实你根本就不关心之后会发生什么，对不对？你想的只是怎么拿到奖杯，拿到奖杯，拿到奖杯。你不会在乎我之后给你安排了什么内容。你的目标根本不是什么游大，只是奖杯，对不对？这样很有趣吗？我问你，这样很有意思吗？就为了让你的奖杯经验上涨那么一点点，你就不断的毁坏游戏制作者给你设计的内容吗？这样玩游戏很有意思吗？你是为了让其他玩家跟你说，哦，大大，你的奖杯好多，才来玩这个游戏的吗？反正你也不会注意我跟你说的话，反正你就是喜欢不断的收集这些没用的玩意儿。也许你需要一点刺激。消除吧，消除吧。也许当再没有奖杯来约束你的时候，你就能追寻你真正的目标了吧。你根本不知道我光要给这么些破敌人做个设定，弄个动画就要花多少时间。而你呢，把心思全部花在奖杯上。早知道这样，我也去做个关于羊的游戏就好了。有什么扯淡的战斗和剧情，还要给你设计什么没用的路线？你给我等着，我的报复才刚刚开始。你给我艾希跳了下来，这里似乎是个下水道。周围悬吊着很多残骸，艾希意识到这里该不是下水道的结果，罪魁祸首就是犹大。艾希跳进下水道口，来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。
艾希跟着箭头穿过了开启的大门，